好，万众瞩目带您聚焦中美交锋的拜习会。美国总统拜登稍早台湾时间傍晚5:30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已经是下飞机了。那我们看到现在画面上，其实习近平呢在跟大家来做挥手，他要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要进行一个双边的会面。于是呢，这个习近平的专机抵达了印尼，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和他的夫人就带着笑容和接机的媒体来挥挥手来致意。而这是拜登上任后两个人首次的面对面会谈。我们也知道两个人呢已经是第6次的交手了。随着台海紧张的局势在升高，台湾也成为了美中重量级的交流的议题。而美国官员呢也透露，其实非常期待这拜习会可以促进的是美中的经济接触。